一个女人一旦活明白了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第一，不说了。以前遇到开心的、不开心的，都会第一时间想和她分享，但事事没回应，我也累了，不想说了。第二，不争了。以前遇到的事都想和她争个高低，会觉得委屈，她没有怎么样，自己却气得不轻。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了，没有什么意义。第三，不吵了，吵也没什么用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有事说事，说不明白我就闭嘴。第四，不当回事了，以前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的身上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，到头来错的都是我。现在我有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对你不再有任何期待，日子是自己的，把自己和孩子管好就行了。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容易二字，对于婚姻不幸福的女人更是如此。与其说她们活明白了，不如说不得已让自己清醒了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